果说民众是十月份的时候订房的嘛，哈，那应该是我们的自费入住检疫所的方案，因为现在那个因为春节专案有一些新的措施跟规定这样子，所以如果说这位民众他有确实符合就是7+7好的这个条件的话，好，那我们是就是到时候就他实际的就是说他因为他要检附一些那个疫苗注射证明等等，好，这些文件嘛，好，才确定他是7+7方案是可用，那到时候我们就会退费给他，